毒酒不是我送的，皇后无需多言。倘若他日非我要回上京，死而便不会死。现如今，死而已故，便让他安息吧。我就是想让李斯安息，所以才过来找你。 现在清阁下落不知，真相未明，一切都还没有定论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逃避又有何用？如果你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，谁来查出真相？难道你不想抓住那个真正毒害他的凶手吗？ 真正的凶手，那个躲藏在背后、真正毒害李斯的人，自归京以来，我多方树敌，思儿也因此受到牵连。就算对我有入骨之恨，冲我韩德让，一个人来便是。为何连思儿的性命都不肯放过？这是怪我。 我不该让你回上京的。思儿病苦多年，生前频频劝我要远离是非。若不是因我，他何故会殒命于此？ 不管你怎么想，这事关我的清白，也事关江山社稷。这件事，我会一查到底。他竟不信我？不会的。 韩大人是最了解你的，他定是伤心过度才口不择言。娘娘不要放在心上，咱们尽快把清歌找出来，一定能证明娘娘的清白。但愿还能够找得到。我们现在去见主上，想查真相，就要搜罗全城的亲贵府邸，查出清歌的下落。而此事必须要得到主上的许可才行。是。